一种梦想的种子变龙就露脑龙不一样叫爸真海呢人母都地的叫他口路一里口二里像二次口周了母做给周路一里二次口下呢也就到了这节了我得跟他生中包头路一里就他口下然后又没得去了母还种子天了母的样中叫人母呢跟他生中知道咋解的人母呢哎，被弄之中，叫陆总机到那呢，懒得都要落去。现在中招了，现在来被叫这些，来这些门口的人来灭绝接领人，搞政界，你要落总司，后来让他写交做别事，啊落，那种，啊陆总上来了都被落去，被门口接门就。每个人的父母非常非常失落，我应该失落，这里头母说第一母狗，你要是想把家一条裤子叫做说，一条裤子叫啊，那么样啊，路上梦诶，那么不发生，你人生现在不发生了，不能在这失落啊，那说大了，非常需要非常的冷静的交流，我提出的。我们说都非常差啊！都是我们在农村做的家，这些这些这些呢，有我们做的家，而且现在也是现在被包了还点，被弄，你去养肉的家，都是风险还点，被什么地方钱被人摸了，真的，被举报的路的嘛是啊，非常辛苦说啊，老爷说。生意不好还得养老人，但是呢，夫妻保险最起码是也先到还得在在山上那个是，在古老龙龙县那么在搞那些年我是，啊，这家龙每家人家都弄这些人是在农村做管理做到，人家来做保护了，那个保了还得这种不保了还得被我，啊，做老板呢做被封这些的。在做工正啊，那越南这个海边，越南龙江不一样，人才去找这老，那是需要的。而且经济啊，也非常小，真，非常真的是真正的生不出力啊。非常小，我也要了。这几年那个时候才不一样的时候，啊，才努力。结果那是那种所有的人家在在找这么方法，真找这么方的路啊，肯定需要的啊，越南这个海。哎，还是啊，啊，别的时候我们不要先鼓运财了，运财中招，没有钱的钱要领的，哎，肯定是在上高，没领的，就鼓运现在在上那些牛这里呢，别的时候先，就说听说啊，某家顶屋了，某些庄主被他一人就是抬一楼，哎，不能需要在上那里了，某那几，人家不老不点，他们产地的，哎，差多得多。一种梦想的家人。我希望我的这个龙票这样，原来的我，这道的存在家，这个能什么的去来说，不配啊，那不啦，那个不配。啥的，真正的生活呢，人的不多，啥的都是老，我的这个老龙很好的，那我们去的现在要去打稻子呀，还得努力拿苦馍。在这海里，让那南区的东海东面，那些人们在东走，在那五区也在打，咱们很厉害，然后接队的嘛，那些城里的队嘛，是几天，没啥意思啊，嗯，经常就是，每日几天的那些反正能年轻的出来，要走到后海了，嗯，你接龙的包赢了。我想在马路几天搞，他看了天了，如果照那个眼睛，那里不好。啊，就说现在的那种铁路内的飞龙山，它不讲不讲一下子，那好没得钱。嗯，飞龙啊，说你今年你去参加飞龙搞，铁路内的呢，几下飞去啊？嗯，那个那等于说必须得发泄。那路好，现在飞龙老了。那个呀，像东城风街，不搞起好东西在那，那种假如种照片，嗯，那搞上梦，真正搞上梦，真是，现在家庭多呢，美好中，天还是啊，所以
变梦成了一股火星。你一包一天，都在都觉得啊，这梦怎么啊？你怎么连俺们四个朋友好朋友都做了？老徐，你怎么啊？你一直怎么啊呢？俺老吃香了。叫那费用啊，我叫多少费用？从多少钱开始费？房租费用啊什么？费用是嗯有点假，但是如果是真正复杂的事，嗯，那么复杂的事。我想做事好容易，在那个老百姓了，在那个阿姨在说，我就听你了啦。你莫多说等一下啦，要看更高，没人举报了，对你要觉得被蒙蒙车了这个房间都来了我能蒙车了而这个房间都被蒙了。嗯。哎还都能吃工作的工作工作工作。哎工作好高点。我也没这么难。嗯。然后用各种农工作换着我去用了去帮搞的方式也不去发一下。哎我来了吗全集合了。嗯。对对对对对。我那个家里也不大。嗯。等你超不需要了。哎运气多了。工资用的啥子朋友好挣了，要弄去挣啊！嗯，这种要费用高了。天了嘛，这还那没得去，得去还得去那啥，做了还点说一点，那没得去那是呢，那没多说点是呢。我开始工作呀，打扫东西了，这个太多的包了，等你用完。嗯。几个钟头。OK。大家都是省大心了的。你看我在这给我说我要去嗯你这不要保费来啊还老人家这给我说这个从我说他找他去哎我找个那个你在地区的我是西装他跟他生哎呀呀呀呀呀多得跟他生我们背着了也是的了呀我正常给准备了你这给我说这个给我说要去嗯我看你呢哎，这能对个，那让别个喊你家人喊你。要跟够。哎，能对个，哎，你那些跟他们吃饭了，我叫咱们给我拿去包。对，那我那是被举报了家人。我的把大碗弄开了。嗯。他们就弄什么？嗯，那个。他就在这儿叫你举报，把你抓了没有？哎，又叫那些红绳了。不要说听到了，那什么呀？我那你要那他还你吧他必须拖不起他好你要更高哎呀这有人这得跟他有些人啊跟他有些呀这有因为有时候得跟他一个哇家去怎么了不要的不要当中就找到不见了给他喊一下还要找他去他就去包啊哎他安全还得去包呢嗯我来了公开中立那些需要结论特别我们让特别高能去认识的你把我们这边出来贴几个公开了对耶而且很多跟他叫跟他哦一天几头了我去还有包了呢 That's right 我的跟他的那包跟他自己的那母了那我那那包的那么中间 froze 了呢给你的等待那打那母那母等待母就压到了这是一波这压低呢你这么我抓我就想到你这种给他老家死了也不要嗯我就给老外讲到你开车你很爹你觉得你咋的讲这个怎么成年吃饭呢我那边是叫路口城大学城公司啊别人你今天刚才应该封这次封这个什么公司啊别人你今天你走走完了你啊我压在我弄起来了，我是。嗯。我压在我弄起来了。要更高。压在我弄起高给个大，我这就承认。对啊。需要我加的大呀。这下起了一发一路，这啥子我压在我弄大，不弄香港，我们不能弄我。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天我做红的铺和那个房，什么不弄被车来开，就阿布，他老人家我家里弄啥的是这种嘛。你的法你起来都好不好的你让我找老子出来嗯我来
们在家里面的母亲早上也是这样啊。嗯。只要你拿着你把门上的母亲拿了那么远要更高。要更高。OK。嗯。要你把这个小房子里面上套。要更高。要更高。是的，叫路南不亚了，卡腾更高，是跟他生小龙呗，跟他生几多鸡了，还得跟他生小鸡，我接鸡母，卡腾他大的路，我都爷爷大呢，头脑目的都叫太老呢，哎，别嘛，你是江龙村子了，要当的呢，大大有老人，悠悠温度悠木呢，我走啊，别嘛，你们弄多大当的呢？